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湖跑步人户外啊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叫我们的永州零零鸿星尔特线下店啊，看看我们的永州人是怎么支持鸿星尔特、支持国货、支持正能量的。走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就给你们揭秘一下，我们的永州人平时都非常理性的啊，今天的话都是野性消费，去给你们看看。哇，这个老板买这么多，理性点啊，老板。看一下啊，永州人民野性消费啊，都被抢空了啊，全部抢空了，所有的鞋子全部抢空了。全民支持国货，支持鸿星尔特。马上给你们开始直播啊，看看现场情况啊，都进来看一看。